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渣渣辉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绝地求生刺激战场游戏。好，进入刺激战场，加油特种兵。加油特种兵，特种兵。来，我们的三位受害人已经就位。一号是我们自己，二号、三号、四号，邀请一下，来跟着我们走，让你美美的吃个鸡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哎，为什么只有二、三号在跟着我们？是都不跟我们一块儿跳的。走，继续走。拜拜了您嘞，自己不跟我们的话，那你们就自己找地方吧。我二号往那边。四号和三号应该是跟我们是一个地方一个方向。哎，四号又飘远了。哇，我们好像就稍微有点远。正好落到这个房顶，哇 ！AK， 好的，捡上药包。强进去，继续搜索一下。我还有脚步，
记着你的三级包，来的正是时候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垂直，当然用垂直了。哇，这里边已经被搜过了吗？哇，这个门也开了。最近开心，看来这个地方是没人搜过的。队友的麦，来给你关一下，不要一直打扰我们听脚步声。这里边真的，哦，我们好像来过。好的，把四个换成 M 四，也还不错。哇，夜视仪已经有了，看来一会儿是要变天的。白天黑夜。哇，这里边难道没有东西吗？好的，开心，找到了我们的枪托，嗯，非常有用的一件装备，现在就缺少一个枪口了。如果能找到一个消音器，哇，想什么来什么，非常开心。好，走，关门。哇，捡枪，捡装备，好看不要的东西我们就扔掉。这个也扔掉吧。还不错，
已经消灭了四个人，展现出了我们的技术。哇，狙击枪效应器，这个必须也要。再让我们捡到一把 M24 或者 AWM 啊 M24 更好。飞这边的话，空投落哪里了呢？还很不好说哟。哇哦！天马上就要黑了。我们看看远处有没有能看到的东西。好吧，我们现在该找车。寻找车辆。好，我们刚才在这里边，应该是某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了一辆蹦蹦。哎，好像看到了，就在这里。来看看这里边有什么东西。不不，是有什么好东西。好，我们走，准备出发前往安全区。撤离，向安全区进发。哇，
绝地海岛的夜空啊，也确实是非常的美丽。哇，这辆车不能开。不上车吗，兄弟？上车，上车。对的嘛，当然是要上车了。是的，来吧。哦，人呢？有敌人。前方有敌人。人在哪儿呢？哇，夜视镜竟然被打掉了。哎，我们的队友呢？来救救我们。对，没错。这就是跟队友在一块儿的好处。三倍镜，可惜我们也不需要。哦，人在哪儿？可惜我们没有这个手雷，要不然快上车，绝对扔一个给他。来看看我们的队友能不能救他。
我来拉他一下。哇，天亮了。我们队友是被什么情况？这是哇，我们这个队友啊，这个垃圾队友竟然不等我们。哎呀，撤离，向安全区进发。这个三号队友什么也不说。非常强的，但是好像这个车技不是很好。我赶紧进圈，找地方隐蔽。好，赶紧吃药。啊，我们这个队友，来准备走。啊，空投也在这个方向。拿不得，这个空投拿不得。但是我们确实缺少一个狙击枪。我们队友找的这个地方非常合适，狙击枪。讲真的，这个位置真的适合八倍镜加 AWM 或者是98K 什么的 M24。
到我这里来。哦呦，我们的队友在喊我们集合，要不要去？好的，走。可是我们缺少一个 98K 和或者 AWM， 如果有的话，我们现在打的就会非常的轻松。我们队友现在是在告诉我们要先进圈，先进圈，再想其他的事。讲真的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边有个吉利服。这地方有人，空间不足，有点可惜。人在哪儿呢？还有七个人，就是除了我们队友两个，还剩五个人。哇，在哪？在哪？哇，好的，看见他了。救救我！好，队友来上来救我们了。果然有个队友就是好，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头盔了。我想我们一会儿下去应该去拿个头盔。救救我！三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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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东西，兄弟。哇，我们队友看来是不准备救我们了。好的，我们观战一下我们的队友，看看他怎么样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好，给队友发一下，我们那里有物资，让他上去拿一下。哇，他只击败了一个人。物资也不要了吗？拿的是一把迷你一四。方向没有错，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人在哪。好，我们的队友开始。哎，开始移动了。
向前跑 ，keep walking， 不要停。先找一个，先找一个安全区，要先找安全区哦。哦，这里有东西。哇哇哇！我们的队友在毒圈内，还好，移动到了安全区内。人在哪？这应该就在下面那个楼里边。哇，难道是一打四吗？这就不太好了吧。好，继续扔雷。好的，队友要出去了。继续向安全区移动。哇，沉不住气了，哎，看到人了，对，前面在弯腰，弯腰，弯腰。不要开镜。哇哦，看来我们的队友还是不太好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此结束。好，喜欢渣渣辉记得一定要订阅我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